法。跟我一起念三千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四十五页。今天是讲经最后圆满篇，有头有尾。那欢迎大家来点灯。因为有些莲友，我看的是新朋友，所以给我三五分钟，我先讲一下点灯的意义还有流程，先你专心听，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怎么做。先看四十五页，也看幻灯片，请看。为利众生愿成佛。这几年我在东南亚弘法的时候，几乎每一场的最后一天，我都会带大家点灯，因为我觉得出自于《佛说施灯功德经》，在大乘跟金刚乘，尤其是金刚乘，很重视点灯与发愿。为什么呢？因为点灯是非常简单，又能在最短里面呢累积最快速的功德。请看四十五页第十二行，先看幻灯片。阿毗峡尊者，我们大乘佛法大概在西元二三世纪由印度经过中亚基丁国克什米尔传到中国，一直到现在，中国佛教呢，佛法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内涵。那大概在七八世纪由印度传到西藏，西藏由莲花生大士然后去弘扬佛法，由国王赤松德赞而起，莲师还有毗卢遮那一师，还有相关的僧众到西藏建立桑耶寺。那在西藏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中国一样，中国曾经有道家跟佛家辩论，结果道教呢毁坏佛教，所以中国有三古之祸。同样的呢，很不幸在西藏呢，经过国王几百年以后呢，出了一个叫朗达玛灭佛，把所有的寺庙都摧毁了，将近西汉西藏有100年的黑暗时期，所有众生看不到佛像，听不到佛法，也没有经典可以修行。后来这个阿毗峡尊者就由新的国王被邀请进入西藏。我讲过他的感应故事虽然帕杜旺我讲过，帕杜呢我还是很有耐心的，因为每当我自己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为什么呢？结果西藏的人就来请阿毗峡尊者，当时阿毗峡尊者是印度那烂陀寺的住持，他的地位修持是非常的高，有教3000到5000的出家众，以及很多很多的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也很多的印度人、西藏人还有尼泊尔人都是他的弟子。当时他被请的时候，其实他的徒弟都反对的，说师父你不要去，西藏是蛮荒的地方，那边是咒术的国家，咒术就是呢他们叫广播，广播就是本教，就是你们现在讲的黑教，动不动都是下降头去害人的，那师父你还是不要去嘛。那阿毗峡尊者其实他想去，可是他的弟子反对，他说师父你留在这边呢，若你去了之后怎么办呢？可是你知道伟大的上师啊，他的想法和我们想法不一样，他自己是很想去，但他也犹豫不决，因此他主修杜母，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昼夜呢就修杜母，祈请杜母说在禅定之中或梦中亲自现身告诉他要不要去，因为这个决定会影响他跟影响众生很大很大的关键。因此他就很虔诚的修了3天到7天的法，修杜母法，昼夜呢精进的修持，结果杜母出现了，然后他告诉阿毗峡，阿毗峡尊者就请问尊贵的杜母，杜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适不适合去西藏呢？他说，阿底峡，你要想清楚，这次你去西藏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你的大悲愿心，但是啊，你会呢会被人家下毒，而且会咒降头，也就是咒术来害你，而且你的寿命会减短10年到20年以上，你自己想清楚。那阿底峡尊者说，奇怪，我问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反过来问我了。他说，没有错，生命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清楚吗？观音菩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阿底峡尊者就想，我是一个出家人，早死晚死其实都会死的嘛，假如有众生能够呢来请我离请讲佛法，那当然我应该去帮助众生，所以最后他就决定去了。决定去了以后，这就叫做阿底峡尊者的入藏，把西藏100年的黑暗时期，他重新建寺庙，度出家众，传戒，然后写菩提道灯难处事一部论典。现在西藏的黄教前身就叫做达当巴，就是阿底峡尊者所建立的。好，今天教的呢，就是由阿底峡尊者的他自己所亲自写的发愿文。请看这张图片，他当时带了佛像，请看右手这边有一个舍利塔，有没有？里面有呢好几颗佛陀的舍利子，他带了很多佛像去，他非常的虔诚。他甚至在骑马的时候自己起了恶念了、他就叫马停下来，然后对着塔又绕，然后顶礼忏悔自己起了妄念。你看一代的高僧是这样的，他随时带着这个舍利子。那后来呢，他度了很多很多人，这两个呢是他的弟子。好，那因此他每到西藏啊，请看，这是我在五台山黄教的寺庙拍的阿底峡尊者的雕像，跟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呢是并排在一起的，中间文殊菩萨，右边是阿底峡尊者，左边是宗喀巴大师。为什么呢？他每到一个寺庙他就去兴建，那你因为这个寺庙已经被佛法破坏，所以他就念今天我们要的点灯发愿文。当时在卫藏的地方啊，还有他的心子大概18人，他每到一个寺庙就开始发这个愿，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带你发这个愿。这个愿呢，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接下来请看第45页第15行，由这一世尊贵的17世大宝法王，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也是我的老师啊，他的的确确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不要怀疑。你们应该发愿去见他，但见他会有障碍，有困难的。然后呢，他开始作曲作词，然后呢，由我们东南亚他的弟子而唱，所以叫点灯发愿文。为什么要点灯呢？你看，点灯是由待会会由我请待会会长要到前面来，待会啊，还有会音。一个是左边，一个右边，我点了给你，那我们会唱6字大明咒，代表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然后你坐着，向右边跟向后面点，不用站起来，你就点，慢慢点的时候呢，小心不要烫到手啊，小朋友也要捧好，然后全部一直唱，等全部唱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发愿，那捧在心间两个手的中间。然后你们也可以放在右边啊，放在心间。发愿的时候要观想，这一盏灯变三盏，三盏变七盏，变无量无边，遍照这个马来西亚啊，柔佛新山，遍照着整个东南亚，整个地球。所以你要观想，所以捧的时候发愿啊。再看46页，就会要唱诵。好，唱诵的时候啊。看幻灯片，在菩提迦耶里面金刚乘的教法里写着说，专心听，这不在大乘里，不在大藏经，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而成佛，他制造成佛很难也很辛苦，退道心的很多，因此他发愿，若有众生到菩提迦耶，每盏的一盏灯，我供的一杯水，我供的一朵花，就会变成100万朵。所以你到菩提迦耶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就等于念了100万遍的普贤行愿品。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不写在大乘，也没有在写在南传，是金刚乘的经文里这么说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菩提家里呢，你至少可以供一杯水，这没有很多钱。接下来广修供养院我讲过，上面供花，对，就排成一个像曼达拉，请有不要讲话，专心听，好，工作人员会指导你。接下来你到圣地的时候，你要出钱点这个酥油灯，这叫广修供养。假如你没有经文的根据，或者你对佛法没有信心，你一定会想，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呢？对不对？然后要点灯呢，对不对？其实点灯可以让你身体健康，让你的事业更好，让你的家庭如意，事出世间一切都可以点灯和发愿而成就。所以待会我在唱六字大明咒的时候，请你观想这个所有的诸佛菩萨在虚空当中，有阿弥陀佛、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然后你可以发愿为他祈请。但是在发愿当中，请你要发两个愿，最后两条：一，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二，愿所有的众生都往生净土，往生无量光佛刹土。所以在我们僧严经册，每一个礼拜五共修，礼拜六大悲忏，我们都会点灯。所以我也会建议柔佛学佛会，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其实你们共修前也可以点灯，先点灯然后摆在佛桌前，若太热的话可以拿出去摆，然后呢待会我们就会继续讲经文，最后呢还会带大家念极乐净土发愿文。好，所以点灯与发愿可以满你一切的心愿。你在初一、十五或六斋日或十斋日点灯的话，那功德力会更为殊胜的。当然假如你要在寺庙点灯也很好，但是如果在家里点灯，人出去的时候要把灯吹熄，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你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你看西藏的妈妈在年底的时候诵经的时候呢，这是印度智慧林的修玛哈嘎拉大法会，全部的妈妈都会点灯，然后拿香供养。你看广修供养，这样子为世界和平而祈福。若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念都像点亮自己心中的光明的话，这是很好的。最后你看，我曾经去过尼泊尔，点完10万盏油灯大概要3万到5万马币，这是很多很多团体一直点，足足点了3个小时。所以待会发愿文的时候，请捧在心间然后发愿啊。然后呢我待会刚开始的时候会唱 Om Mani Padme Hum，然后呢，然后不要紧张，你们常常很容易紧张，都把那油灯打翻了，这样会烫到手，小心，不要紧张。然后点的时候呢，请你发愿，然后你会捧在心间念发愿文，再看46页唱诵文。我会请工作人员放 CD， 因为你有些人没有唱过，所以第一遍请你用听的，我跟 CD 一起唱给你听。第二遍跟第三遍就请你大声唱，然后呢注意听，然后唱的时候捧在右手边，最后看46页，46页第5行 Om Benza Aloke Aho， 这叫神变咒，观想一盏灯变7盏变无量无边，这叫神变咒。通过念这个咒，你的发愿，然后呢你的灯会变无量无边盏，遍供就像华严经讲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供养无量无边诸佛。接下来最后看46页第13行 Deya Ha Benja Jaya Awa Boda Naya So Ha， 这会念3遍，它念得很快，叫满愿咒，满你世出世间的愿望，这叫满愿咒。好，注意看，当时你捧的时候，到满愿咒的时候要向右旋转，老菩萨你要跟我反方向，你的右边是哪一边？对，你不要跟着师父，跟着很多老菩萨跟着师父向右转，那你就向左转，向左转你来世就变外道了。这是很重要，我不是开玩笑，所有都有缘起，佛法是向右转，你的右手边，注意听。还有人要问我是由下往上还是由里向外，注意听，由下心间想向右边，像卷三圈，代表圆圆满满的意思。
你不用这么夸张就这样推出去，你又不是嬷嬷，对不对？哎，这个我也是在教学当中自己成长的。我再讲一遍，你的右手边你一定是跟师父反方向的嘛，对不对？你的右手边是哪一边呢？还有人搞不太清楚。观音站起来了，你站着脸向我，然后你给他，好，你转给他们看，再大一点。哎呀，那贝加吉呀，阿瓦波达那耶稣，好，对，讲三千，慢慢来。然后呢，最后我们在心间，在心间。好，谢谢。好，这样了解吗？好，好，现在开始。好，来，请会长到这边来。啊，会议在这边。好，然后呢，他们六个人。OK， 关灯，只要留中间一排就好。请关灯，留中间一排，不要全关灯。好，好，请现在捧在你的心间，两手捧在肩，然后认真唱 Om Mani Padme Hum。好，一起唱。Om Mani Padme Hum。
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这时候你观想，然后同时发愿。好，开始，不要紧张，慢慢来。愿灯具，一起念。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愿灯油仅成汪洋，仅成汪洋。此灯之数，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愿此光明消除三由顶以下，消除三由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见，皆得显明清见。嗡本扎阿罗给阿吽，嗡本扎阿罗给阿吽。好，现在观想一盏灯变七盏，变无量无边。CD 请准备。然后第一遍，请你听，然后把两个灯不用捧太高，这样你会很累。放着下来一点，在你的心间。然后呢，你用听的，第一遍听 CD 跟师父唱给你听。好，请大声。西游王恭献献
右边传，请工作人员准备盘子，左边的人请准备往左边传，然后呢不用站起来，就是传过去，然后呢请工作人员拿盘子，好不好？四个人吧，观想呢所有的众生坐着大宝莲花，就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往西方极乐世界，那过去已生的呢已经往生，将来我们发愿我们有一天往生极乐净土，当来一切众生也会往生极乐世界。好，不要紧，请赐。高下，《金刚经》在东南亚影响力非常大，从中国六祖慧能大师，然后呢一花开五叶，中国人跟般若波罗蜜经是很有缘的，乃至于玄奘大师发愿呢，乃至于玄奘大师把发愿把690大般若经也搬到中国，所以中国人对般若波罗蜜是很有缘的。那但是要提醒你，《金刚经》意义很深，先要先觉发菩提心、除离心、大悲心到次第，最后才讲空寂。我观察到现在的东南亚人也有很喜欢讲空，都是嘴巴上的空，你空我不空。烦恼境界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讲空好像对他没有产生很大的力量。注意听，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它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前面五度呢，外道也有，印度婆罗门教也有修前面五度，锡克教、回教，对不对？乃至于中国的道教，很多都修五戒十善的。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佛法跟外道不共的地方。那假如你喜欢《金刚经》，我建议你应该再念小品般若经、中品般若经或大品般若经，乃至于《大智度论》《性观庄严论》。金刚经真的是非常深，我在台湾佛陀教义基金会曾经用一年讲过金刚经破空论，真的是很深。可是老实说，我不会对初学人就讲空，为什么？他会毁谤佛法，反正什么都是空的嘛，一切都了不可得，那干嘛我要发心点灯呢？对不对？
所以般若波罗蜜佛在般若会上说，不是对初学人讲，而是要对有正知正见的佛弟子讲，甚至呢要对呢阿罗汉乃至于到了阿毗跋致的菩萨才讲般若波罗蜜。那金刚经非常的好，可是呢我会鼓励你读小品般若。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里面并没有讲着魔，也没有讲不退转，也没有讲空无相无愿三昧，所以我觉得你读小品般若经有十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三十卷，一天读一卷大概有一个小时，你们的图书馆里面都有书的，我看过。所以慢慢来，金刚经里面你下手的地方有很多。第一个要修忍辱波罗蜜，金刚经释迦牟尼佛说了500世忍辱千年，忍是禅定的简方便。假如你心不能忍，比如人家骂了一句你心就不高兴，我跟你讲你不会得禅定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讲金刚经，中国六祖坛经也非常好，是中国式的般若波罗蜜，可是呢都喜欢讲空。可是你不知道金刚经下手的地方有好多个。第一个，云何降伏其心，云何应住，你要调伏你的心，止观很重要。第二个，金刚经要修忍辱波罗蜜。第三个，金刚经还要观如梦幻泡影，所以不要以为啊，对不起啊，师父毕竟很真诚的建议，希望你不要听得不高兴。我发觉东南亚的莲友很喜欢金刚经，为什么？因为呢，听了一句应无所住生其心，就以为他懂了所有的佛法了。谦卑一点吧，金刚经下手的地方有很多，当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是佛法浩瀚如海，不是只有这一句话而已，先求忍辱波罗蜜下手吧。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都修了500世忍辱仙人，500世不是5次而已，你修过几次啊？我看你啊，可能一年也没忍过，3个月也没忍过，对不对？好，慢慢来，慢慢来。好，请看经文，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的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法都是平等的，没有高跟下。高跟下是什么？依众生的根性而说的，有些众生他根性很高，读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有些众生呢他根性比较差，先要从十善业道经学，八大人经学，很好，这是人天性的基础。就像举个例子，你在学校读英文，对不对？或是读数学都有呢，比如说国一、国二、国三，在台湾我们国一、国二、国三，英文呢，后面的英文会比前面的英文难吗？不是一开始就全部都读啊，对不对？你要学这个单字、发音，接下来文法，还有句型，对不对？还才来写作啊，再来听说读写啊，你也是要一步一步学啊。同样的，佛法也是如此。法本身没有高下，从圣义地而说，因为法都是从释迦牟尼佛觉悟的觉性大海里流露出来的。但是众生的根性有高下，所以才会分南传、北传跟藏传。简单的说，比较生气，南传佛教像大学毕业，北传佛教像什么硕士班毕业，金刚乘佛教像博士班毕业。可能有人听到这里又不高兴，师父为什么我们就只有硕士不是博士？谦卑一点，金刚乘的教化是很深的，没有显教的基础，你每天轰轰轰轰轰轰是轰不出东西来的，知道吗？我自己学过，我很清楚。所以请看下面经文，若要佛法兴，先要僧赞僧，出家人跟在家弟子要团结，要赞叹别人的优点，你学对不对啊？所谓随喜功德，勤转法轮，人与人之间不要批评别人的缺点，这很重要。尤其道场跟道场之间也要常常赞叹别人。比如说我知道在新川柔佛，南传佛教也很兴盛啊，像修马哈西禅法或帕奥禅师禅法，有很多人都在修行。在这边北传佛教也有佛光山啊，我这边有慈济功德会，对不对？也有很多，像中台山或是灵鹫山都很好啊，起码这些是正法嘛，
我们佛教徒都应该心量打开来，要赞叹别人。前面讲随喜功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修什么，但是呢，就像学校，举个例子，一个首都不会只有一所学校，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大学，很多的 college。每个学校有些是工业的学校，有些是艺术的学校，有些是一般的学校，每一个学校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学生有不同的个才华跟能力嘛。你不用说把所有的学校都关掉，哎，只要我这间学校才叫做进步，我觉得心量太小了。同样的，我也这几年来这边观察到马来西亚的朋友也会说啊，我们不要去那个没有三宝的地方。请问这里有没有三宝？各位有没有三宝？有，有，确定？对，佛宝，大殿里，你像释迦牟尼佛，法宝呢？有啊，图书馆呢、啊？僧宝呢？哎，那今天有个问题来了，这里有没有和尚住呢？有，我暂时住这里吧，等明天我就走了。那好，僧宝里面有分在家跟出家的宝，没有错，出家是僧，但不一定是宝。什么是宝呢？有心中戒定慧，利益众生，这才叫宝啊。所以看到出家人，你可以看到有些是好的，有些不好的，没关系，你都顶礼。那在家居士呢，听好，假如你是在家居士，你也要很谦卑。现在也有很多在家居士很精进，举个例子啊，说真心话，师父不打妄语，我学佛25年了，我从在家居士开始听佛法到现在，我自己虽然出家了，我从来不敢看清在家居士。为什么？搞不搞就有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因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对不对？我也不会轻视女众。为什么呢？龙女在法华经，龙女8岁转身成佛，谁先成佛还不知道？没有错，从佛教的伦理叫做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家男众跟女众。我甚至说，就算我今生的业缘显现，我是一位比丘尼的话，我看到出家众比丘，我也会恭敬的。这是佛制的伦理，不要解释为不平等。佛没有不平等的心，那是你拿标签去贴，说佛不平等，佛比你更平等。所以现在你要学佛法，好，那在家居士可不可以弘法呢？可以，要受菩萨戒。好，请看下面的经文，就有想。一切时一切处，任何人只要有正知正见的七众弟子，就有清净的菩萨戒，受具足的在家或出家的菩萨戒者，都可以身作讲经说法。举一个例子，我的师公李炳南老居士，对不对？我前几天有说嘛，昨天是吧，昨天我有讲，其实他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他60岁来台湾，好，然后呢他呢很虔诚，每一个礼拜六在台中慈光图书馆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时候在台湾呢，民间宗教非常的兴盛，大陆的很多法师来台，居士来台，才开始弘法，所以斋公斋婆都是分不清的。他开始布施医药，他每一个礼拜六讲经，他一定呢先顶礼佛陀，他披在家菩萨戒的幔衣。对不起，我今天没有这个照片，下次再看给你们看，上网你可以 download 得到。然后他披菩萨戒的幔衣，先顶礼佛陀。那因为他学问跟修持很好，也有出家法师来听经，就坐前面。他一定先跟出家法师顶礼，顶礼完，他没有坐正中间，他坐右手边，代表他虽然是一个这个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可是他心中一样对三宝很有信心啊。甚至呢，我讲《华严经》跟《法华经》，在华严会上跟法华会上也有佛菩萨跟天龙八部，为了护持佛法，也会变七众弟子来听经的。就算今天观世音菩萨来听经闻法，他不会说：“哎，清弘法师，我是观世音菩萨你来的，你没有帮我顶礼一下。”他没有这种骄慢心啊，他来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的佛法僧三宝的形象而生恭敬心，了解吗？这才是真正的菩萨。现在的呢，有些在家居士很狂妄，甚至说：“哎呀，现在的出家人真是不得了。”谁说的？你没有见到文殊普贤观音菩萨教训你啊，对不对？我这里跟你讲，礼敬诸佛很重要。
是不是？可是就算是佛菩萨化身在家居士，他对三宝的形象会很恭敬，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宝的形象是通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通十方三世的，了解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呢，甚至有多在家居士说，哎，有佛教有佛法三三宝，还要做的在家居士做第四宝。那请问，你说第四宝将来还要不要第五宝呢？这是多此一举的。我是讲真心话，所以就算你是成愿再来的大居士、大菩萨，你会对三宝很恭敬，他会很谦卑的。尤其在台湾，台湾像我讲佛陀教育基金会奖金，我可以告诉你，我有很多以前的学长，还有我在家的时候就学佛的很多的居士，他都可以升作讲《金刚经》、《楞严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他们的功力都不会比我差的。我看到他们也很客气，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我的学长。菩提道上呢，谁先成佛不知道，这样子才叫做若要佛法生，先要生佛法心，先要生赞生。还有佛学的团体也要去赞叹别人的团体。甚至呢，我还听到很多人有些的道场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就告诉你不要乱跑道场，就用不要道场这个句话来压着你啊。讲白了一点，是他怕你跑掉，谁说的？对不对？不要道场，跑道场是说你的心不要乱。但是，假如有善知识来弘法，你为什么不来听呢？讲得更白一点，我在这里讲经，也有人不来听啊，很奇怪啊，我已经来了 JB 了，他也不来。对不对？那就是什么？你自己的分别心啊！我一年也才来一次或两次而已。明年很抱歉啊 ，Part Three， 我现在公开预告，明年要到九月底我才会来。明年二三月，对不起，我很忙。八月我飞往德国去弘法了，所以对不起，你得好好用功的。所以我待会要给你一年的功课。好，请看下面，请看听转法门。这是孟昌老和尚，我去2004年的时候呢，带着团去朝五台山，然后我们都顶礼他，他老人家非常慈悲，他就问我：“新弘师，你行李多不多？”我心里想：“不多不多，你全部的佛像我可以搬回去。”可是呢，他很慈悲，送了我这个法轮铜鎏金的一面装藏，他供养过很多年。他说：“为了一个好的缘起，希望你大转法轮，广度众生，这个我送给你。”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的老人家啊，对佛教后面的人才啊，都很鼓励跟栽培的，知道吗？我并不是他徒弟，但我很有缘。他的徒弟呢，跟我也很有缘，也不会嫉妒我，对不对？我们都同样的呢，为佛教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呢，老和尚送我这个，目前这个法门是供在商业精舍，对不对？希望我这辈子大转法门，广度众生。啊，那可能有人问我，就是师父，那以后这个法门要送谁？这是我的秘密，你不要那么急。接下来看尼泊尔，尼泊尔你会看到有转经轮，最有名的是 Om Mani Padme Hum。西藏人认为把所有的经文放在里面。老实说，西藏人没有像我们东南亚教育这么普及。西藏人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念过书，但他对三宝啊很虔诚。对上师非常有信心，所以他们演变出他们叫转妈咪轮，或者讲转向右旋转。然后呢，他进寺庙的时候，就是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个叫斯瓦扬布的猴庙里面呢，一个转经轮。你看下面大家也点灯，点完灯以后就转经轮，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愿一切众生都转顿佛法的法轮，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你要了解，它有它的文化。接下来再看行转法轮，翻过来26页第13行经文做个总结。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26页第13行，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常劝取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所以我们常常要请善知识转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好，今天是这次讲座 Part Two 的最后一天，希望你把这四句背起来。普贤菩萨殊胜在哪里？
念念相续，没有间断过。我们反复会间断，我们可能呢看电视刮你的时间比你诵经的时间多。我们心中都有很多俗事给打断，但是你要精进，生命很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就是我们的生与意念念都无私无我的利益众生，不疲不厌。所以各位要发心，对于柔佛学佛会还有正法的道场，你要发心。我华人有时候会这样，我师父叫你发心说，哎呀师父其实没有关系啦，不差我一个。我说错，就差你这一个。每个人都有力量啊，比如说待会我会想感谢词啊，对不对？任何一个都很重要啊，录影录音工作人员捧灯的打扫的煮饭的擦地的都很重要啊，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佛教徒要团结，不要小看自己，这里不是骄傲，而是要对自己有信心。比如说一个佛堂，对不对？我发心做这个部门，就好好认真做，做不好你可以问干部，问主席，问副主席，问干部，他们也愿意跟你分享，不要生烦恼。有些莲友呢刚才发心一次，哎，第二次他就不做了，不做了呢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给你修福修慧的机会你错过了，对不对？你能够做就尽心尽力做。当然假如你家里有事，我突然家里有紧急事情不能做，你可以说师兄师姐对不起，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临时有事，可不可以请别人办？佛教徒应该好好的沟通，就不会有误会跟争论，对不对？人家给我们做我们应该很欢喜，因为你不是要修福修慧吗？我记得我出家刚出家的时候，我师父就给我开示了心红啊，他为什么要取心灵呢？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他说出家就是要修福修慧，你自己做完的事情要常常问师兄，对不对？要不要我帮忙？你要主动问啊，不要呢啊，看到东西都装作没看到，对不对？人家叫你做，那就是人家认为你可以做得到嘛，对不对？做不到可以沟通，但要欢喜心去做，请写下来，要欢喜心去做，要用心不甘情不厌的心去做。比如说今天博学生又排到你儿童博学班准备点心，又轮到我了，真是倒霉。那你本来又修福修功德的，怎么因为起了烦恼？本来煮饭应该很开心的啦，对不对？没有说可能你一辈子都在煮饭，可是在佛堂煮饭功德不一样。你在家里煮饭只是你做你太太的责任啊，或做你先生应该的责任，最多也是十个人吃饭，对不对？在佛堂里面你煮饭呢，有一两百人全部都吃，你的福报是很大的。禅宗啊，开悟的人都在厨房里抢着煮饭的了。现在呢，我看见很多佛友呢，尤其是老菩萨，哼啊，又轮到我欢迎错，你就后面啊，你在，对不对？让你成佛修福修慧的机会。当然老菩萨年龄大没有错，厨房很热我知道，对不对？有时候扫厕所，对不对？也是呢，很有功德的，对不对？大家抢着要做啊，讲着要找厕所。我又想到一个故事，红传老和尚，新加坡知道吗？光明山红传老和尚，他就讲过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他一直讲过这个例子。他说以前呢，他有部短期出家，短期出家17天吧。有一个人，他生意做得很不好，他就说来见师父，师父啊，我很苦恼，输掉了很多很多的钱。怎么办？红昌老和尚看他说没关系，你还会改变的，那最近短期出家，反正你闲着也闲着，你来出家吧。来出家7天，他说师父可以哦，但是有个条件，出家7天以后你不可能留我，我还要回家哦。红昌老和尚很有悲心，很有善巧方便就来。那他知道他很苦恼也有障碍，他叫他做什么？扫厕所。一般人都不喜欢扫厕所，很臭嘛，很不清净。他说大家都有分职事，他就叫那个灵友来，我每天多一个工作给你做，来扫厕所，慢慢扫，扫的时候要想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你要想扫厕所世间呢没有干净不干净的，结果他就扫，很欢喜的扫，扫了7天以后他业障参足，结果一出去的时候生意又做好了，发了大财，最后他捐了一笔很大很大的钱给光明山。后来红传老和尚每一次呢
就当就是短期出家的时候都讲这个故事，一讲完呢，一进呢休息的时候呢，所有厕所的扫把跟拖把都不见，因为大家都要扫。你看众生还是很现实啊，对不对？是不是？那是红船老师的智慧，这是真实的故事。哎，我新加坡有个灵友跟我讲，他也扫过，真的，他很虔诚去扫厕所，扫完以后他就上忏除了以后，他一出来啊，对不对？做了 CEO 啊，请问你是什么 O 呢？对不对？所以佛门当中啊，你只要清净、无私、无所求，任何一个都是功德，平等的，在做大殿香灯师、扫地的、扫厕所的。主厨在厨房煮饭的乃至接电话的，你都要有平等心，这是很重要的，了解吗？我不知道待会我讲完会不会带他去抢厕所可能扫把会，对不对？你要有欢喜心，做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希望佛教的道场要建很难，我们常常讲创业维艰啊，守成不如意，守成不易啊。这个道场才刚刚25周年落成，希望大家要发心，不要认为你不重要，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了解吗？接下来看第7，请佛注释，看27页第10行：诸佛若欲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乐一切诸众生。请看经文，我将白话翻译。诸佛假如要进入涅槃的时候，就是入灭，我都会很真诚的祈请劝请他久住于世间，唯愿他可以住无量无边的劫。为什么？佛已经成佛了，他要留下来是可以，然后呢，可是呢，若没有人祈请的话呢，久啊，他会入灭。比方说你若祈请的话，他就会呢住在这个世间，利乐一切诸众生。当然也可以念利要，没有错，利乐跟利要一切诸众生都可以。好，在这里我先说一下，佛陀释迦牟尼佛他要入灭的时候，很不幸的阿难尊者被魔盖住了心，佛陀的侍者是阿难。当佛呢到了居斯那罗城，他跟所有弟子说，3个月以后我就要入灭，然后呢他选到一个双林树下，然后他就要阿难，请你为我铺法座，我累了，我老了。这时候呢，阿难啊听到了，一般呢阿难听到佛比如说有什么特殊的因缘，他都会站起来，他做侍者为对一切的众生祈请。比如说佛突然放光，他呢就会说诸佛不会随便放光，放光一定有特殊的因缘，阿难就会站起来偏袒右肩，请问世尊，今天有什么特殊的因缘你要放光，那佛因为有人提请，所以他就会讲经说法。可是很不幸的呢，佛呢阿难跟着佛的一辈子以后，当佛说他要入灭的时候，阿难却不讲话。后来呢，佛入灭以后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迦摄尊者就非常的生气，骂阿难啊，你当时没有怎么留佛陀留下来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听到佛陀要入灭，我的心就很悲伤很混乱，我就忙着唱，哎呀，佛陀要离开了，我很悲伤啊，我还是有感情的吗？然后我的心就很乱啊，所以我就忙东忙西，忙东忙西，只忙着想佛陀只有3个月，3个月我就看不到他了。可是呢，在涅槃经里面写什么呢？魔附到阿难的心，盖住了他，让他心乱如麻，所以他没有请佛出世。那也是终身没有福报。因为假如我也常常想，待会后面会讲，佛可以活到现在，今年是公元2011年，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可以活到现在，可是现在如果佛活到现在的话，大家会说佛陀是老妖怪，活了2000多年，这个世界上竟然有2000多年。佛入灭有很多原因，答案是呢，圣弟子没有提起。再举昨天的广钦老和尚，他也是这样啊，他本来要走的，对不对？可是呢，弟子就跪下来求他，对不对？对不起啊，不要用这一招对我啊，我是不动明目啊，不如不动的啊，我能做的就做，对不对？哎，我也不敢乱乱发愿，因为你发愿要去做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遇到善知识呢，他真实的善知识是应该请佛住持。为什么？请他住持的话，就可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假如善知识走了，哎，就很多人呢因缘就会变化。举一个例子，东南亚曾经也有宣化上人来文化，对不对？专门弘扬大悲神咒以及楞严神咒。我是在吉隆坡也有他的道场，在美国也有万佛城，他也是个了不起的大乘菩萨，他也度很多西方的人呢，出家二三十年，然后我没有见过，但我听过外国人呢，比丘尼二三十年，他英文跟华文都一样好啊，他可以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翻为英文啊。那宣化上人当然有修持的，他的确也有证悟，也有神通的，没错。可是呢，问题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呢，红遍全世界啊，也劝大家念大悲神咒跟楞严咒啊。可是呢，当他入灭以后呢，